良参拜。埋葬用干什么？是都没有注意他们关心希望干什么？非常非常感谢允许我们北台湾方面各据点的神手，总共有189位，聚集在新店区碧潭西岸。今天的临界计划的活动即将开始，非常感谢神的允许。台北道场38名，桃园道场12名，新北道场22名。新北市碧潭地区临界净化到此结束。神纳教贺啊！恭请部长致辞。真的很好了。各位听众大家好，大家辛苦了啊、哦！有没有很开心？有。啊，我们今天有180，啊，西岸有189位神所参加。那我还是。虽然是要恭喜各位哈，但是呢也要讲那个我们公司长对我们的期许啊。但是我们公司长就说啊，我们呢正光之夜好的那个力量哈是很强的，好经由新年会啊，很多神手都感动，
所以我们正光之夜哈是非常的伟大，但是我们的教训扩大是没有啊没有进步，所以他认为我们人的方面啊没有努力哈是人的问题，所以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哈。我们这个临时施工的活动啊，其实三十几年来我们现在啊都是没有超过200人，我们这盛况的时候有300人以上，所以说起来真的是我们是退步的，所以呢我们一直过敏。那在这个很特别的时刻啊，我要鼓励大家，因为啊我们请各位的这次的7月份的征光月刊啊，大家仔细的去看一下，21页开始啊，就是我们初代王先生嘛，在47年前的时候哈、啊，他讲的那个预兆是，他就说啊，我们正光哦会到一个门庭若市的时代会来临，好、啊，而且我们要救人的那个要加紧脚步，好、啊，那里面呢有人写说现在的传染病都一直来，所以到47年前他已经有预言了，啊，现在我们是不是？以前觉得说那个是不可能的事情，但现在呢我们还要这样子骗我们自己吗？你看现在全世界都是那个疫情啊都是在爆发啊，大家是不是都人心惶惶呢啊，但是呢那个龚司长有讲，这个时代是我们神主手啊为神所使用的啊这个使命要发挥的时代啊，大家想想哦我们现在前几天有看到报道啊，好，是不是韩国的一个教会哈、哦？它是个什么天地会，是不是？他们1000人的聚会，然后连续3天呐、啊、就确诊了啊，一个是20几个人、50几个人、50几个人，啊，甚至400个人啊都没有啊去向，所以人家把它归为邪教。所以呢，因为这样子，基金会也是很担心哈、哦。所以说我们的虽然我们是跟别人不一样，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社会的观感，好、哦。所以在道场敬拜的时候，还是请各位哈、哦、一定要戴口罩，啊，因为呢，有些神手也会害怕，你从外面带病菌回来，或是怎么样哈、哦，还是，我们还是要小心一点，啊，所以基金会有特别的讲，我们还是要戴口罩，啊，尊重哈、啊、大家，而且很多的神手的家人呐、啊、也都很担心呐、啊，我最近也听到很多的那个神手的反应啊，他说这样子我们都不要去道场了。有的家人也会害怕，他说你们真光哈、哦、还是不是要停止预神业，都有这样的话出来。那一个神手也在疑问啊，他说那个我们是不是啊祈祷那不要伸手施光啊、哦、啊是不是不要抽神签，我、哦、都听到这些话，我想啊这个特别的时刻啊，我的代词啊跟各位做回答，现在这个时刻是不是不能密集的那个聚会啊，那雨停了，太阳出来了，再不回去，然后就一直在那边下，就写着慢慢开了。那一次就非常的感动，啊，像我们张光华道长可以作证嘛，做证明哈、啊，真的是很伟大哈、啊。在那个时候，我就真的感觉到那个一体化的那个力量，哈、啊，还有那个神光的伟大。就那一次，我开始真的有很大的感受，而且在那个42周年大祭。在成田机场，相信很多选手都有经验哈、哦，哦，挺暗的呀，然后都不能起飞哦，那不能起飞要怎么办？我们100多个，我们说啊，那我们就祈祷伸手时光，也是一样，不到一次天气还没练完哦，啊、哦，雨停了，好、哦，太阳出来了，啊、哦，然后开始要对登机了，那时候很多年轻人都是非常的感动，甚至掉下眼泪，所以这个是有经验的，我们是经验之谈，好、哦，那另外呢？这次的那个澳洲的大水有没有？不是大火，就烧掉了4个台湾了哈、哦。那我们那个新北的那个林慧娟主手还在发动了哈、哦，我们就祈祷伸手施工有没有？就10天呢、哦，就马上那个火消失，就是下雨的，甚至下冰雹，有没有？大家有没有那个啊那个迹象啊？然后呢，现在的澳洲啊，就开始欣欣向荣了。难道说这个是假的吗？所以我们神手真的要有信心，而且一体化神手施光，所以我常常讲说我们真光事业加想念的转换啊，就是可以，就是非常棒的非常伟大的一个力量哈、哦。所以有人想说，那你只有
祈祷伸手释光，那就不用来大堂伸手释光了，不是这样子。你在家里没人看，你都有那种爱心，还有感谢神的心，啊，要想要去救人，要去让人家幸福。有这样心的人，他绝对会到道场去的。所以我觉得他这个理论是不成立的，对不对？你在家里都没人看，你都要伸手释光了，你这样随时随地，你尤其现在我们这样的特别时刻，你看到我们的捷运呢，啊，地上在走路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伸手释光啊。神光就可以把灵会干净，然后把那个污浊扫到扫掉，然后一件件扫掉，这就是我们自己做的事情。就算是好像这个困难的时刻，但是我们很多时候。